大家好，我是徐巨桥。刚才我们在小片里面看到哈，您表演的是这个飞斧。对，我对您非常钦佩。我觉得一个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吃那么大的苦去练这个绝活啊，我觉得太不容易了。我也觉得特别年轻，一说什么飞斧记录，我印象当中武林高手都得鹤发童颜的然后走上来是这么一小伙子。我问一下，您今年是多大？我今年27岁。90后。对，他们俩把目光放你身上，我把目光放到那个靶子身上了。就跟你一块练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没有他你只是一个人完成不了。那靶子是谁啊？那是我的搭档李月。他今天来了吗？来了，就在下面。来，我们欢迎李月。李月看着也很年轻啊。你今年多大？26。都是90后。90后，都是90后。两个90后，所以能不能让我们现场欣赏一下你们带来的飞斧绝技？可以，来吧。